向对跑彩带的。这个球轰到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跑了过去，结果右外野手周董周思齐再来一次 nice play， 飞跳起来空中抓小鸟，每次手背把这个飞球接杀了。时间点出局，八局下半狮队没有得分，5-2还是领先3分。